大胃王版的蜜糖吐司哦，你的甜蜜开始，耶！哦哦哦，甜蜜。而且他们各自都有配自己喜欢的饮料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前面都各有一杯呢，哈。哦，他第一颗球先把它处理下来。哦，你看你吃冰，你看你吃冰。哦，你吃冰，还妙哎，就好大吃。哇，真的很厉害。但它颜色真的很缤纷，对，就是各种天然食材的萃取物，是哇，让整个星空哇布满了整个我们的蜜糖吐司，超美的。哎呦，阿妹很厉害呢。把冰放在旁边先吃。哎，你骗人！我以为你全部把冰淇淋吃完。每个人吃法是有点不太同，真的是不一样。但是我了解少阿妹，因为我们认识最久。哎，是。因为他想要把冰淇淋有点融化之后，啊，用沾他的酱汁吃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I know you。就是要吐司一口，然后再配一个冰淇淋，这样子比较好了。那个吐司烤的上面是脆脆的，对啊，这样才好吃啊，才香啊。好。哦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时间经过了2分15秒，2分15秒。哦，这一位已经把冰淇淋吃到最后一颗了。哇，那小慧也吃了，差不多剩2颗左右。我们上面不太吃冰淇淋，先吃吐司，第一边吐司啊，一边配着我们的冰淇淋。每个人吃法都略有不同。是，小慧，你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想什么？很好吃，实在，很好吃，没人可爱。哎呦。谁先吃完就可以取得我们的题目的抢答。哦，我感觉好想吃他们吃的冰淇淋哦，对啊，感觉好好吃哦，他们吃起来就是特别美味。对呀，有在拼了哦，有在拼了哦。现在时间已经进入，即将来到了第6分钟，我觉得小慧有吹起来哦，吹起来，吹起来。他刚刚其实吃的比较快，冰淇淋全部嗑掉了，但他发现可能跟他们挡不搭，速度就降下来了，反而。聪明的小慧留了2-3颗冰淇淋，对，在那边配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有，这个要有策略的吼。这个假就米浆，爱心假啥，真假啥，啊，然后再来个来吞啥，啊，你再进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战绩。好，看战绩，战绩，哈哈。哇，目前小慧已经把，哎呦，最倒数第二片剩下最后一口了，哎呦，但爱丽丝速度非常快，爱丽丝最后面鬼冲出来，哎呦，只剩下最后一片的2口。10分钟，哎呦，快了哦，快了哦，我看你怎么吹，太用心了，你吸那个粉不要呛到，你当做吸管哦，哦，要吃完了，要吃完了，哎，要吃完了哟，好，算吃完了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的爱丽丝已经取得我们抢答的优势，好，优先权，没有，他想吃完，他想吃完，他有骨气哦，但是你看小慧这里也差那么几口而已。哇！但是优先权是我们的爱丽丝。好，时间，好，11分，11分整。